S 惊喜宣布再婚后，前婆婆张兰几乎天天直播，都被大批网友追问八卦。没想到26日，她竟当着6000多名网友的面，脱口孙子孙女这时间会离开回大陆。直播间里，她难掩激动心情，直呼孙女现在已经越来越懂事，暑假就能看见他们了，他们会过来，念完书后会回来的。直接泄露和宝贝们见面的时间，满满都是藏不住的喜悦。被网友劝说放下恩怨时，他也一改前几天的暴冲，强调我们没有任何的恩怨，还说大 S 在我心中永远是我的儿媳妇，反复的态度被质疑是在蹭大 S 热度。而27日是具俊晔来台隔离后终于可以出门的第一天，小 S 日前曾表示会招待姐夫吃他最爱的麻辣锅，会不会就是在今晚？据三立新闻网报道，小 S 是说我今晚不会出门耶，看来想看到这对最浪漫的夫妻合体现身，还要再等等咯。